两位美女打扰一下，我们这边在拍一个美妆节目，想问一些你们关于化妆的问题，可以吗？我们不太化妆。你们今天好像你化了对吧？口红。哦。你没有吗？我涂了口红，掉完了。我们帮你化妆的话，你们愿意接受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。今天呢，将由我来给这位妹子进行改装。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是稍稍有化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嗯。比如说眉毛和口红。嗯。底妆有化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将用到一款非常非常方便的多效合一的卸妆巾。那这款卸妆巾的话，它是接卸妆还有洁面、基础保湿于一体的。你可以看到眉毛这边已经都下来了。卸到这个卸妆巾上基本没有颜色，就表明已经卸干净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素颜时候的样子的话，其实皮肤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之前好像他说是因为军训，所以这一块是有晒脱皮过，对吧？然后你自己对五官上面的，你觉得哪里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吗？没有鼻梁。鼻梁是有的，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一块的肤色有点晒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就看上去比较不明显，对吧？这个等会我们可以化妆的时候给它来通过阴影啊、明暗给它给立体起来。感觉给你也是，打完底估计就可以出门了。你们是朋友？嗯。高中同学？很久以前的好朋友。这也是缘分啊，坐火车竟然还能够交到一个朋友。好了，我看你脖子也被晒黑了嘛。我除了脚都黑。眼下这一块还是有点暗沉的，所以我主要是把眼下这一块给提亮。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？护理。这是未来的天使小姐姐啊。我只是觉得学医比较有用。因为你是鼻子旁边有肉嘛，可以往里面拍一拍，这样粉就往里面拍进去。你真的打完底就非常漂亮了。如果平时有化妆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卸妆，皮肤好才能够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服帖，更加的美丽。卸妆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上完粉底之后，你脸上的皮肤就跟脖子啊，还有锁骨附近衔接了，就很自然。然后顺便把脖子也弄一下，因为我们脖子刚才稍微涂了一点点粉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彩妆部分啦，先从眉毛开始吧。它本身眉毛其实长得挺浓密的，但是左右稍微有一点点高低眉，所以呢就顺着它现在这个眉毛的形状大致的画一个眉形，然后调整一下左右的高低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画完了眉毛了，接下来开始进行眼妆部分。妹子比较可爱，所以我们想挑战一下比较可爱的画法。在眼尾给它加一点睫毛吧，可以让眼睛看上去更大、更有神、更深邃。好，把它的鼻子给修一下容，因为这个胶水还没干嘛。妹子觉得自己的鼻梁不够挺，是不是？没有鼻梁。我们先用阴影加深一下这边，然后再提亮这个鼻梁的位置。这个妆就有点像那种金鱼花火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睫毛的部分，我现在把它的真假睫毛
稍微热一下，让它们自然一点。接下来腮红呢，我会打在脸颊的这个位置，显得人比较可爱一点点，以打圈的方式。OK。那这就是我为这位妹子改的妆容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发型师。我也没有见过这样。现在觉得自己跟原来有变化吗？眼睛吧，我就也看不懂。那现在你对你的鼻子还满意吗？画完以后的，很满意吗？以后自己也可以觉得画一下。你有什么感想？不敢想。敢想吗？不敢想，我没有这双手。没有这双手，我的手不行。觉得对方现在样子怎么样？好看。现在已经看习惯了，还好。怎样的好看？长脸上，素颜肯定最好看。那求生欲爆棚。